第二十四题，下表有关化合物与其组成之成分元素何者错误？选项 A 水，成分元素氢跟氧是对的，氢跟氧化合成水；B 二氧化碳就是碳跟氧组成，所以呢，选项 B 呢也是对的。猪葡萄糖，葡萄糖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，那么水是氢跟氧构成，所以呢，葡萄糖是由碳、氢、氧构成的，这也是对的。选项 C，碳酸钙，那么这里的就是用钙跟碳酸根，碳酸根里面是碳跟氧，而我们的这里所写的碳酸，它并不是元素，而且它应该写的是碳酸根，所以呢，选项 C 呢是错的。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下表有关化合物与其组成之成分元素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化合物碳酸钙，成分元素钙，碳酸。